首先登场的是八年八八，演唱的曲目为 Love Yourself。 学生们想以 Love Yourself 这首歌来表达爱自己的重要性，要先懂得看重自己，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，同时也搭配动作来传达大家对这首歌的感受。请大家认真欣赏我们八年八八的演出吧。
谢谢，八零八。